大家抓紧时间。嗯，卢卢卢卢台长你好、欸，谢谢你让我来这边。我今天是第一次来，然后我是台北人，啊欸、我是一九八二年生的鸡，然后我呃我我我我想请问，我我在因为我的身体不大好，九岁的时候有罹患糖尿病，所以想请问你，我是不是有灵性？有没有灵性？然后，请问我。 我的念经功课应该要怎么做？想请你指点一下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呃、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七七十一年。嗯，<一>你看啊、哦，<是>你现在有口吃，台长过一会儿马上就叫你口吃会好很多，你们大家都做见证好了。呃，是。现在我问你，是你是七七年、七一年属什么的？ 一一月的鸡。嗯，一月的鸡是吧？我看一下啊。嗯,嗯。你小时候受过惊吓，就是惊吓是。是，因为那时候成绩很不好，然后，然后母母母亲会拿衣架什么在抽你。对，因为数学不好，所以很害怕。好一点了吧？<就>大家看到他讲话好一点了吧？是。 谢谢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呢也不要太自卑，因为你呢真的是上辈子呢，我看到呢，真的也不好意思讲给你听。哦、你能够这辈子投人就不错了，因为你上辈子是你们家族里边一个狗家犬。是。这辈子你现在投人了，所以他照样还是像过去一样对你不好，听得懂吗？ 是因为你母亲过去被你咬过一次，<是>所以你这辈子有一次要还她一个很大的债。也就是说，你妈妈有一次会非常的重重的打你，恨你恨的不得了，甚至会把你打了啊，有点骨折啊，或者摔下来，怎么意思？有没有啊？有有，有次被打很凶了。没有<你>，因为成绩不好。<laughs> 谢谢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好好的修，明白了吗？是。那啊，还债来的。 啊！而且你母亲根本不许不不许你谈恋爱，你明白吗？啊？你母亲啊？嗯嗯、呃呃，会会会吗？你试试看呢、啊？你谈过没谈过啊？到现在都都没有。好啦，<都>你妈妈同意你会不跟你谈的？你没脑子，听得懂吗？你妈妈不喜欢，虽然她打你或者对你怎么样，但是你妈妈还是爱你的。 明白吗？所以他不会离开你的，他<白>就是你的恋人，啊，嗯，哎、谢谢。你说说看你妈妈喜欢你不啦？嗯，她很疼爱我啊，哦、<嘞>对，很疼爱我嗯。那，请，请问我，我，我那个念念经的功课。 要，请问应该怎么念？然后，请问小房子要,要你要记住啊，小弟啊，是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，你这个人昏昏睡太多，经常睡觉，明白吗？而且你的腿呀、啊，年纪轻轻腿不好，腿知道吗？是，啊，腿呀、啊，嗯，腿会痛发胀，明白吗？嗯、是，啊。 谢谢台长。那请问台长，你每天念心经四十九遍，大悲咒二十一遍，礼佛念三遍，你看看你会不会好起来？连你口吃都会好起来的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啊，谢谢台长。你现在，<那>我叫你不要口吃，你讲一句长一点的话，谢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讲。 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讲两句就要停下来了，啊，如果感感感感谢大大大慈大悲，听得懂吗？叫你讲就讲出来了。你现在开始看见你妈妈不要怕了，因为你还债还的蛮多了，明白了吗？从现在开始念经，你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天天帮你求。 要妈妈身体健康，你妈妈永远不会打你了，明白吗？那请，那请问我可以问一下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吗？大家听到了吧？讲话好了吧？你看，跟他妈妈是恋人呐、啊。妈妈跟儿子一般都是前世的恋人，所以妈妈生出的儿子，我告诉你就是舍不得。所以当儿子要娶媳妇的时候，妈妈觉得这个媳妇就是他的情人、情敌啦。 所以妈妈恨的不得了，所以婆媳关系永远搞不好呀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妈妈一养儿子，儿子就麻烦了。<laughs> 你说什么？我想请问，是不是可以问一下我母亲的身体状况？嗯，是是是是，是是是问一下你母亲的身体状况？是。 只能讲几句了，你问的时间太久了，没时间了，今天。好，谢谢。好吗？谢谢。你妈妈属什么的啦？几几年的？我妈是，一九五二年的龙。嗯。哦，你妈妈，我告诉你腰不好。嗯。然后你妈妈头痛，经常头痛。明白了吗？是。嗯。请问，嗯、呃，谢谢,谢谢台长。那请问要怎样才能改善？也是要一直。给他念经啊。 一直多念嘛、哎！一直多念，每天念经，哎、保证好。你天天帮你妈妈念经，你妈妈越来越好。哎，好，好<吗>谢谢。好吧，想不想念啊？好，嗯，很好啊。谢谢。这孩子挺好的，挺老实的。好啦，嗯谢谢。投人生不容易，好了，下去吧。谢谢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生难得。 有时候能够投一个人，做一个人，不要轻易的自己乱来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轻易乱来，人生就没了，结束了。